人字兔广告第三镜第一次 ，Action！ 停止了。看，再来一条。人字拖广告第三季第二次 ，Action！ 卡，那边的面瘫，注意面带微笑哦。第三季第三次 ，Action！ 哎，鞋上有沙子，化妆。人字拖广告第三镜第 N 次，看，嘘，哎呦，这边不错哦。这是您要的东西，您猜的没错，就是拍卖会上那板块。哪里发现的？彭渡岛。没错，当初我曾拜托各地商社帮忙留意泥石板的去向，当地消防在一次施工安全检查时无意中发现这块泥石板，我辗转协调才失而复得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圈子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，以后还劳烦多照顾。清源，我们走。啊，老爸。走吧，儿子。不，我还要等楚奇哥哥。哎，楚奇哥哥今天怎么没在？他应该是已经出发去排练场地了。什么？哎，家伙，你在折腾什么？一早就听见你哼哼唧唧的。哦，你今天好早啊，黑眼圈都出来了，要好好遮盖才行哦。我今天就不和你一起走了，等一下你帮我把桌子收拾一下吧。我现在是严欣的私人助理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要找严欣，要先问我。你这里果然还有巴比伦风格的饰品啊，严欣适合，我先拿走了。哎，楚奇哥，楚奇哥，楚奇哥，早上好啊。今天要和楚奇哥一起彩排，真开心啊。我有件礼物要送给楚奇哥，一定喜欢啊。当当当当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楚奇哥，等等我。吃点什么好呢？随便你啦。哎，竟然是清远。哎，真的哎。啊，清远，你能给我签张名吗？清远，我们是你的粉丝，请给我们合张影吧。这，我很忙，下回下回。顺路，是个爷们儿，够兄弟。
这是怎么了？等秦远来了，咱们就可以开始了。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？程姐来了。楚奇，你怎么来了？骆总有新的拍摄计划要和你谈，你可以不用排练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也不用排练了？好好排练，这会上如果忘了动作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去问问他。哎，秦远呢？胜利在望。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捣什么乱？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沙滩比基尼，这可是我为你特意准备的工作福利哦。怎么找到的？彭渡岛上发现的，我们要找的人说不定也在那里。长话短说吧，现在离排练结束还有几个小时，你再不把事情讲清楚，我就要缺席了。没关系，反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爱耍大牌。你要不要说正经的？所以啊，咱们要找个借口去彭渡岛看看。好吧，这是秦远送你的礼物，再见。真麻烦啊，太受欢迎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啊。圆心专用的休息椅，佑天的健身哑铃，我看看应该没有了吧。听说你今天没参加排练。有新的拍摄计划要讨论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我也喜欢巴比伦风格，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。你该走了，排练要开始了。你不是说来调查的吗？至于搞得这么兴师动众？两位，笑一笑，谢谢。我最讨厌脱贫了。再说没有筷子，这个世界会很无趣的。这里可是热带岛的，你说有人在这儿看到过极光？没错，那块泥石板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，极光也在这里出现过。
而且那个人很有可能也在这儿。怎么找到他？我自有安排。等一下我。你好，再拍一张好吗？谢谢。派对可以开始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计划把所有的目光吸引到这几天的派对和拍摄上来。嗯，然后我就可以悄悄去登岛调查了。那我呢？你当然是负责吸引他们的目光喽。我警告你，你实在太不靠谱了。我叫李木子，美术专业。但我希望你不要有40分的人品。这种人的助理，谁想当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你有天赋，比我幸运，千万别浪费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糟糕？我也觉得，我其实没那么差。我们计划把所有的目光吸引到这几天的派对和拍摄上来。来来来，年轻人，不要太害羞，相信智慧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主题。笑，剪刀石头布。又输了。木子，大可干嘛？转个圈，转，到底要干嘛？我说木子，这是浪漫的海岛派对，你怎么还穿这个样子？就不能去换什么？妍希，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呀？他俩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讨厌，可就是阴魂不散。如果你讨厌他，就故意走到他面前引起他注意，然后又对他熟视无睹就行了。另外，我还可以教你200多种折磨人的办法，招招致命。比如说，其实也没那么讨厌。如果不讨厌，那就嫁给他好了。嫁给他？你会说什么呀？给你酒神。你怎么就不能像木子一样偶尔打扮得漂亮一点呢？或者像妍希那样多点女人味？他怎么可能跟妍希比？长相身材都不出众，只能走假小子路线了。
谁说大可身材不好？上次我们睡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很有料的。什么什么？你们睡在一起？快说说，快说说！睡在一起？我请您详细的讲一下。不是的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睡在一起怎么了？你又没说是床，我又没说脱衣服。错了。啊？你越说越邪门了。明早10点开拍。不要吃，不然又会被媒体说你耍大牌了。嗨，主席。大家都很开心的，谢谢你的安排。不是我安排的。妍希小姐，可不可以专访你2分钟？好吧，不过不能超过3个问题哦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我觉得他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啊。你不会是趁着我不在又想讨好妍希和楚琪吧？我现在才是妍希的私人助理，那你去讨好他们好了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哎呀，等，轻点啊！我干什么了？明明是他诋毁你，咱们关系这么铁，我当然要帮你说话了。你干嘛要说我们睡在一起这种话？我们上次确实一起睡在沙发上呀，你的腿还搭在我的腿上。哎，木子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我楚奇哥惹你生气了吧？哎，女生实在是太难琢磨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更喜欢你这种男孩般爽朗的性格。明天你在这边拍广告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我呢，要去岛上的一个废弃水电站，那半块泥石板就是在水电站里面发现的。好。振作，忘掉这个该死的家伙。我没救了。听说楚奇先生要单飞啊？没有。我想问妍希小姐，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嘛，高大帅气是必须的，话不要太多，沉稳可靠。那您说的不就是楚奇先生这样的吗？走了，要准备化妆了。你先去，我还要看看我最爱的妍希姐。你不是最爱楚奇的吗？到最后我一定会让她注意到我的。在这之前，我决定最爱欣姐。好吧，随你。哎，听说你们要联袂进军影视，出演一幕情侣。我和他从来没有演过一幕情侣。好了好了，提问就先到这里吧。广告拍摄完毕后，大家还有机会提问。现在我们要清场拍摄了。果然爱穿大牌。是啊是啊，看来传闻不是空穴来风。快给楚奇补妆，要开工了。啊！
这个人性格虽然讨人厌，但皮囊还真是没得说。啊？嗯？啊？喂，呆子，该你了。又忘词儿。快看快看，楚奇哥哥笑了。我就说嘛，那个面瘫会笑就是奇迹了。找到，还是很浑浊，很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木子怎么也不见了？啊，木子刚才在给楚奇化妆。天哪，那你看见光了吗？类似极光的东西。什么情况？见鬼！我找不到我哥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楚奇哥哥！我离开母星已经很久很久了，久得连自己都不愿意数清这些日子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我的名字叫楚奇，当然这个名字并不是我自己起的，是那个家伙，他不仅给别人乱起名字，还让我们称呼他落雨尘。他说自己就像失落在宇宙中的一粒尘埃。我说，其实我们连尘埃都不算，我们是影子，一群终将陷入幻灭的破碎的影子。我不想记得任何人，也不想再与这个星球有任何瓜葛。不像落雨尘，他记得每一天每一秒每一个曾经来到身边的人类，可是他唯独不记得自己终究是一个过客，一个从来都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外星人。这是哪儿啊？头好重啊！楚奇，楚奇，你醒醒啊！怎么会？楚奇，你别吓我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李木子，你可以的。吸波腹是第一步，让患者仰卧平躺，使头颈屈在不扭曲。啊！拜托，他一定不能出事啊！楚奇，楚奇，求你了，你快醒过来！你要是出了意外，我会被你的粉丝生吞活剥的。你要干嘛？
你刚刚没有了心跳了，我在救你。嗯，听够了吗？你好奇怪啊，心脏竟然会长在右边。我们必须赶紧找一个避风的地方。这是哪个岛屿啊？不知道。就这里吧，刚好可以避风。嗯，啊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到这个岛屿。喏，我在路上找了一些干枯的软草，垫着坐你会舒服一些。咱俩不是一起掉进海里的吗？我怎么没事呢？你的脸色好差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要是还在这里说废话，今晚我和你都得冻死。现在，去沙滩捡点干树枝。嗯。我回来之前不可以离开这个圈哦。还以为生病的时候就会像个洋娃娃，不那么讨厌。还不快去！我竟然会对这个家伙抱有期待，气死人了！骆雨辰那家伙，应该已经在找我了吧？几乎用光了能量，入夜之后气温下降，一旦睡过去不知道还能不能醒来。靠这个女孩吗？还是算了吧，人类终究是不可信任的，即使要死也要死在某些人的身边，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吧。即使这一次逃出升天，下一次又不知道在何时何地，难道就这样一点一点衰老下去，最终消失在这个星球上吗？骆先生，此次彭都岛建设项目招标共分为十个标段，其中八个标段为施工标段，两个为监理标段，建设的总规模约1241亩。骆先生，我在这儿。我们现在所参观的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施工标段，原址是一个废弃的水力发电站。骆先生，您的眼光非常敏锐，我是对彭都岛周边出台了未来新的开发政策。骆先生，骆先生。我在这里。骆先生。我在这儿。骆先生。嗨，这里。骆先生，天色已经有些晚了，我们该出去了。王小姐，你可以在外面稍微等我一下吗？我要上一趟洗手间。好，那我在大门口等您，骆先生。怎么会有这么让人讨厌的家伙？冷漠，性格恶劣，喜欢把人家扔在后面，还总是不能理解别人的好意，总是让人做这做那的，气死了！快去捡树枝。欺负我，李木子悲剧啊！楚奇，楚奇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信号棒哎！这下我们有救了。不许用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污染环境。不会的，我会朝着天上。你赶快生火，我真的快要睡过去了。累了就睡一会儿呗。快生火！切，你真的会野外生存的技能吗？当然，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野营的，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爸爸老说我是他的小尾巴，生火这种小技巧就是他教给我的第一课。哦耶，火
型出来了。好、哦，还不错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没有我李木子扇不起的风，点不着的火，也就40分的水平。当然也有点不着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两次，3次而已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岛屿的？你这反射弧也真够长的，现在才想起来问。我最后的记忆就是掉进了海里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应该离船不太远才对。你身上带电话了吗？我们赶紧叫救援吧。这里其实很远，即使有电话也没有信号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糊涂了。咱们怎么可能飘很远？没有电话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现在有它。不行，我是说，那些人都拿着长枪短炮，等着看热闹。等我恢复好了，就一定会带你离开的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怕绯闻也不能拿我的命，更不能拿你自己的命开玩笑，真是的。火已经生好了，把你身上的这件湿外套脱下来，我给你烤干吧。真是搞不懂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一个面瘫，分明是一个连比心都不会的家伙。那个，什么是比心？哦，那个咳咳，宝贝们，我爱你们。楚奇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。有目击者称，楚奇是和不明女子双双坠海的是吗？你为什么会选择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跳海救人？你哥掉海里了，你不救吗？必须赶紧找一个避风的地方。咱俩不是一起掉进海里的吗？我怎么没事呢？我回来之前不可以离开这个圈哦。骆雨辰那家伙应该已经在找我了吧。这是母星系的标志，我们果然还有同伴活着。到底是谁？又有什么目的呢？喂，清远。喂，怎么不说话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哦，我这里信号不好，你怎么了？楚奇哥出事了。什么？楚奇他怎么了？楚奇哥他掉进海里了。楚奇他不能下海的，救上了没有？我跳下去找，可什么都没有，他消失了。你先别急，我马上回去。清远，喂，喂，
我都烧得这么旺了，你怎么还冷啊？你是爬行动物吗？动物不都是爬着的吗？嗯，还有游的呀，还有飞的呢。楚奇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有找到我们啊？我们能顺利得救吗？你在做什么？听不到吗？喂！喂！我不是说了不准用吗？你听到没？墨子，墨子！不要再期待救援了，我会带你离开。而且，你爸教你把信号弹往树上打吗？我爸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消失了，而且还没教过我用信号弹。听说海螺里能传来另外一个星球的声音，哦，那是家的声音。哦，你吃了吗？外星人是不这么打招呼的，李木子，李木子。啊，又要指派我什么？我现在真的很困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如果你能一晚上不让火堆熄灭，明早我就有可能会醒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，好吗？你想得美啊！你的脸色，喂，你不要吓唬我。什么是可能醒来？你会醒来的，对吧？你只是休息一会儿，对吧？这是奶奶留给我的，她陪了我很多年。你也带上，带上就好。楚奇，楚奇，千万别让火堆熄灭。对对对，一位重要的客人联系不上了。对，是骆雨辰先生，请你们马上派人来搜寻一下。一号门爆破成功，海豹小队 A 组没有发现目标。务必仔细搜，一个角落都不可以放过。长杰克雷尔正在尝试进入地下，被障碍物阻隔。可恶，还是没信号。冷静，得另外想办法出去，看看那家伙现在在哪里。找到了，不妙，他果然将所有能量都用来瞬间移动了。
我熄灭了吗？再睡会儿吧。见鬼！为什么只有楚奇可以瞬间移动？再不赶过去，他会死。我现在相信，九星连珠的时候会召唤出巨大的能量，足以影响世间万物。我想这就是机关的所在。有救了！说过，我不带你回来的。哦，拜托，这又不是童话故事。好吧，刚好有一个渡轮经过。啊，渡轮？你开玩笑吗？好饿呀。哎，面来了。二位，这是你们点的餐，用餐愉快。谢谢老板，哇，好幸福啊！昨天冻了一晚，饿了一晚，以为就要挂掉了呢。哇，好香的面！哎，你知道我看见谁了吗？那你就赶紧吃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赶紧离开呢。雨辰和晴远还在等我。你怎么放那么多辣椒？从小我发烧，我妈就给我吃辣椒，可以出汗。昨晚风那么凉，吃点辣的才不会感冒。来，你也试试吧。能不能把东西咽下去再说话呀？你说我们是搭渡轮回来的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因为你睡得像猪一样。女孩子呀，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吧唧嘴。你有资格说我吗？你晚上还说梦话呢，什么钥匙啊、泥石板啊，听得我莫名其妙。等到他知道了。睡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让我喝口汤。喂，等等我，讨厌，又把我一个人扔在后面。快！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好。啊，快！
汉谟拉比法典，刻在黑色的悬浮岩，距今一三千七百多年。你在柱状间凝视碑文的字眼，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。其实闪电征战空间是谁的终结，喜欢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画面。经过素美女神身边，我以女神真命许愿，思念像一颗蕾丝河畔的蔓延。